欢迎各位出席香港中华总商会爱心之歌短片创作比赛颁奖典礼。我相信咧，你哋已经带出好多爱心嘅信息，发咗好多光，发咗好多热，互助、关爱、关怀咧，系香港发展喺一个同舟共济嘅狮子山下嘅精神。心怀热爱，照亮香港我的家。既是同舟，我退己及人，你我不分。中华万家居香港，我的家，快乐共处，热爱精神中，怀着爱贡献真诚，努力齐共奋。关怀关爱，齐齐燃亮赤子心，齐齐互勉，牵手同行，红红燃亮爱的心。With love we care, with love we share.如果大家是喜欢拍戏这件事，而你想继续 develop 下去，努力一点是你需要看多些片。齐齐燃亮关怀关爱，争组的冠军得奖的作品是爱心之歌潮商学校。我好想表达俾人哋爱心系好重要。最重要是參與，參與了之後，就是我想這個愛心已經增長了很多。不要去怨人有沒有愛，首先自己點亮了自己愛心的燈。公開組冠軍得獎作品只要多一點。其實究竟怎樣為之幫人呢？就是可能無論你背景是怎樣，只要你做得少少嘢，其實那個人感受到那個愛心，其實他已經可以有一個很大的能量去繼續去向前行。